你不是玄哥，长得很像，你是他的兄弟。我是我，你又是谁？我叫云无月，玄哥没有告诉过你吗？倘若有谁手持圣珠进入了白梦泽，我便要依照当初和他的约定，跟在对方身边一段时日。这话怎么说？ 玄哥让我帮持对方，我见你妖力微弱，想必是得保护你吧。哼，原来如此，他可真有意思。我来这里只是想看看
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不是想找个尾巴，帮助也好，保护也罢，都别忙活了。我北洛要做什么，但凭自己，何必旁人多事？我已经应允了玄哥。你们之间的约定，关我什么事？ 你总算出来了，进去那么久，我正担心着。过了多久？得有一天一夜还多吧。回去，我有事找玄哥。 北洛大人，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？一个女的。谁呀？那她现在在哪里？长得好看不？哎，不对呀，天禄城怎么会有我不知道的女子？你，哎，我是说，怎么会有我不知道的女子在古厝回廊里？